送餐了。哎，怎么又是馊的呀？你们有的吃不错了，你们爱吃不吃？不吃啊，大爷我拿去喂狗了。哎，别！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。你们一个半时辰之后过来拿餐具，我们走。这帮狗奴才，就会欺负人，定是克扣了咱们的吃喝，拿去讨他们主子欢心去了。嘘，小声点儿，没有上面的授意，他们哪敢这么张狂？刘珠啊，把这两个拿下去热一热吧。嗯，还有，咱们宫里的炭火就快用完了，内务府已经很久没有送来过了。看这天儿又要刮风了，小主还饿着呢，先热热吃了再说吧。嗯，走。小主，这几个菜还能吃，奴婢刚刚让刘珠热过了，趁热吃了吧。我不饿，你们分了吃吧。小主，你若是这么不吃饭，真的倒下了，那碎玉轩的奴婢奴才们可就更没人指望了。给我留半个馒头就够，其他的你们分了吃吧。是，小主，你这样一日一日的瘦下去，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许是心力交瘁，整个人都没有力气，腰是还酸胀得很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奴婢得想办法去把太医请来才是。算了，他们是不会答应的。前天小允子高烧，想去拿泻药。小主身子本弱，小允子能撑，您可撑不了。奴婢得想办法，一定要把太医给您请来才行。浣碧，你好好的照顾着小主。嗯，姑姑放心去吧，我自当尽心。好，刘主跟我去。守卫大哥，婉嫔娘娘真的病了。你看，皇上只是禁足了婉嫔娘娘，并没有不让她看病，不是吗？万一娘娘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这你们也没法交代，不是？你看，我这有一些银子，要不然兄弟几个去喝喝酒，好不好？守卫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守卫大哥。皇上，你不准，不许这宫里出去一个人，别的咱也管不了。关门。哎，守卫大哥，守卫大哥，守卫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守卫大哥，守卫大哥。小主，奴婢实在无能，请不来太医。算了，别为难守卫们了，我还撑得过去。刘珠，扶我起来走走吧。小主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兴许沾点地气，人还精神些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别拦我！
干什么？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娘娘，太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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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肆！娘娘昏倒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启禀皇上，侍卫总管有急事禀报。皇上，臣有急事禀报。说吧。皇上，放在碎玉轩里的人要闯出宫门，侍卫们忠于职守，纠缠中一位宫女被绑上。他们竟然如此大胆，敢强闯宫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回皇上，听侍卫们说，是婉嫔娘娘昏倒了，他们的人要出门请太医，侍卫们谨遵懿旨，不让他们出去，就大胆。朕只是吩咐禁足，你们竟然不去婉嫔就医，婉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担待得了吗？奴才罪该万死。让领班的侍卫到慎刑司领罚去。这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马上宣太医去给婉嫔救治。这。有什么情况，马上来给朕禀报。这。要问太医。这。